哇，接下来要向我们走来的是，是的，接下来来到我们舞台上的是远道而来的日本的摇滚歌手，没错，上山生，欢迎，欢迎上山生。说到上山生，可能像我这样的80后，非常的有情怀。哦，我也是哎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经典的《灌篮高手》的主题曲《直到世界尽头》就是由上山生创作并且演绎的。今天来到了我们 TMEA 的舞台，也代表着我们这一国际盛世，要求欢迎所有的音乐人来到此时此刻共襄盛举。那我们也请翻译老师来到我们身边，一会儿我们共同来欢迎。同时要跟大家分享我们2019年度的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Exceed， 星途汽车是独家冠名。我们的 Exceed 星途是中国汽车新高端的智能品牌，秉承着敢超越为品牌精神，也依托母品牌22年的技术积累，在自主向上的道路上不断的进行着突破。欢迎上山生先生来到我们的首届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的现场， Welcome， Hello， Warmly Welcome。 接下来要请您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为我们注入您的能量。 Please sign the sign your name. Your energy ball. Yeah. Give us some energy. 欢迎，有请把能量注入到我们的能量装置里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，接下来我们往中间一点哈，我们先请上山生先生跟大家问个好，分享一下您的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山生。欢迎。很 nice， 用中文跟大家问好哈。Excited， 这个我听懂了，很兴奋。そうですね、ドキドキしますね。はい。来过几次中国，然后这次参加这么大的盛典，他很开心。谢谢，再次欢迎我们的上山生先生 ，Welcome。We look forward your performance tonight. Thank you. 有请，休息一下。Thank you. 今天晚上上山生先生一定会为我们带来。